现在，好，谢谢你哦，不客气。还帮那个我们儿父煮那个叫二伯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他喜欢吃啊。啊，大家开心啊！好了，今天呢是五月，今天是四月几号？27。4月27号。再过几天呢，就4月28。28。再过几天就是这个大姐就要回美国了。那我们也很想说母亲节啊，就大家聚一聚。那我们都是母亲嘛，我们就想说出去遛小孩啊什么的啊，在家里就最舒服了。那还有张姐啊，这张姐在我们家，母亲啊，啊，小千张光啊，你不要弄那个样子，弄眼弄好看一点。OK， 那这个是小雨安搬脚娃娃啊，这个是小梁磊，哎呀，啊，这个是武姨。啊，很开心，啊、很开心啊！武姨还做了炒米粉，啊，这炒面，这炒年糕，小米粥，榨菜肉丝，就稀饭，就小米粥，还有花生米，还有武姨做的辣菜，辣酱。OK， very good。欠你一罐豆腐。再一个转换镜头的。我们买的。一个照相机，两个箭头，这样旋转。我们那个原来那个男的那个没有。哎，现在没有了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找。这个呢，现在哎呀，真是气人，这是我的手。那这个是两个，就是什么妯娌呀？啊，两个媳妇儿。那左边这个最美的呢，赵一蕾。右边那个更美的呢，文云，啊，那对，那我们今天菜还没摆上来，我马上就要吃饭了哈，那就这样子啊，全家和乐融融。那丁丽妍呢，去停车去了，跟二姨 always 要一个镜头，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子了，每个人都在里面啦 ，except me， 除了我以外，因为我在照相。好，梁磊给你看一看，不是梁磊的爹，好，给你看一看，停住，怎么样才停？你现在才在录。他自己脱的。